这边进门之后，首先在你左手边这边是一个衣柜，天哪，衣柜这边左边你就可以放一些大衣了嘛，然后右边就是一个格子收纳间，你可以放任何你想放的。这边会有一个半身镜的试衣镜，当然是可以明显感觉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。很舒服的双人床，那个床垫很软，以及床下是有额外储藏空间的，就是如果你从国内带很多箱子过来的话，是直接放在下面，完全没有任何问题。从这边居住区过来完之后，我们可以看到这家很大亮点是窗，两个大窗户。当然，如果在具体预定那时候，还是需要具体按这窗户走，但是采光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。就是在这边的话，是你的学习区。你有自己一个书桌，然后可以再拿砧板在上面扎照片墙等等等等，你也可以把你各种装饰等放在这边，然后最后就来到我们的厨房区。厨房区这边的话会有一个抽烟机，收购室，然后两个电灶，然后在这边的话，当然你可以储藏各种你所需要的东西在这边，然后这些是一些进行打扫的东西都会提供给你。在这边的话是有一个微波炉进行热电饭，这边的话是有一个一米的迷你小冰箱，冷藏冷冻二合一，这个就是你私人的一个吃饭的吧台。所以说当然如果情侣入住的话也是可以的，就是这些你可以发现其实都是两套一起的。可以看到卫生间进来完之后是冷热水是在一起，然后你就混合就行，你的马桶还有一个你可以进行拉帘控制，当然也可以就扭过来的这种半干湿分离的一个浴室，淋浴头是可以拿下来这边进行调节水温。这个就是一个很标准的 Magnet Cot 的一个 studio 房型，它的最大的特点就是第一，它性价比是在商学院这边是最高的一家，第二就是房间空间真的十分宽敞，我们目测面积大概应该在25上。所以说最终作为总结，就是如果你是在 Into 这边上学，以 Into 为中心并且想追求一个性价比高的 studio 的话，那么就一定请选择 Magnet Cot。 当然还是需要来到一箱好居，我们不仅是在帮你选一个好房间位置，也能给你最高的特惠。